有人会分手闹得不可开交，那有的就婚姻美满幸福。我们来看看幸福的小女人梁咏琪分享她的婚姻生活。日前，久未露面的梁咏琪现身沈阳出席某活动。2011年，梁咏琪与西班牙老公结婚，婚后一年多时间一直处于停工状态。在活动上，刚刚结婚一年多的梁咏琪脸上写满幸福，现场就忍不住跟大家分享她甜式的婚后生活。然后我会帮他做完足啊，然后他还帮我按摩，因为我们都特别注重就是健康保养，对，所以我们有空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像普通的夫妻的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去选那一天最新鲜的蔬菜，然后在家里煮饭。不过最近梁咏琪已经开始进入工作状态，正在香港拍摄彭浩翔的新电影《曼珠沙华》。我为了这部戏很认真的去减肥，因为在戏里面我要扮演一个模特儿，所以我要身形非常的瘦。很多女明星在婚后都会选择息影安心在家相夫教子，而梁咏琪则选择婚后不久就恢复工作，这也与西班牙老公完全支持她的态度分不开。就在拍摄电影《曼珠沙华》的时候，老公也是常常到片场探班。他也很心疼我，因为有好多天我们都是熬夜拍到天亮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是他来看一看，他也很认真的就是了解到啊，原来老婆拍戏是很辛苦哦。那他来了，你会不会觉得就他会打扰你？不会，他真的是来看一下，然后陪我吃个饭，他就离开。